就是秒了死全家，一起送。你看进来也没，我也没遇过他，进来就大家一起送。他们压力多大才能变这样？这个他们可能是大学刚毕业，然后就找不到工作。这个毕业即失业，或是家里遇到烂尾楼。喵喵，打野猫咪，你看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你看他们压力多大？各位，光看这个玩游戏他们的压力程度，就知道那些烂尾楼啊，那些什么都是没有。左手缴房贷啊，他不盖，然后右手还要缴自己租房子的钱啊，你一次扛两个，然后再失业啊，看看你怎么活。所以可能压力会变很大，我们要是要发挥我们的同理心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老板在对面，能不能好好玩一局啊？让我们来猎杀那些陷入黑暗中的人。大师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啊，我们随意上上下下。对我来说，上去再下来都是易如反掌，明明把把射烂对面。这个二尔跟李欣要搞我超简单啊，二尔一个得，李欣过来我就死一次给他看啊。如果他们没有把我搞爆的话，那就是他们废。那讨厌看到人马，人马就是刷子。一眼派对。Why are you running? Nope.如果你再说青轴或茶轴呢，那都是 Cherry 的轴了。有些厂牌会自己做他们的轴。范范姐一定可以抢二，抢二后一定可以中奥他一段时间。赢钱都从这些小东西开始赢啊。我们这么做的风险就是很容易被 gank， 所以我还是希望对面来上路 gank 我。来上路我不见得会送啊。You what？ 又吸奶，又吸奶，又他妈吸！六招，这就是我们的范范姐，把把按着队友，队友对面打，想吃兵啊？说你可以吃了吗？候选二什么意思啊？敲个布甲，没错啦，你还是多敲个几件布甲比较安全一点啊。那个男人曾经说过啊，你还是出布甲比较安全啊，你就多敲个几件布甲。大家 TP 回来了，走看一下14刀比37刀，屌打一半以上 CS， 这要赢线很简单了、啊。要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，这把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就很难，他们就很废。就在旁边了，我们不能那么嚣张了。进来解线就是一阵暴打，游戏直接结束。这上路已经爆炸了，只有26刀，你硬来帮他，直接游戏结束了。多少钱啊？电刀1950啊！我再存个300，会不会瞧不起他？好像会。那那么烂，没差吧？反正他现在没大绝，那也不能干嘛。这是在把把手，教你如何屌打对面一半 CS， 让你的打野过得很爽。嘿嘿。搞我啊！还好我完美操作，不然被搞了。还是我爸爸都玩饭就好了，要不然明后天我来个12小时的范范姐。我也很好奇啊，如果我一天玩12个小时的范范姐，我的分数会变多少？应该会变成500分吧。最有毅力的人呢？我们身为职业选手，我问你，职业选手要训练多久？对我们来说其实真的没什么。以前当职业选手，每天都要训练14、15小时啊，是每天哦 ，every day 哦。那我如果只是一天而已，有什么吗？如果职业选手想要练一个角色，或者想要做什么的话，玩同一个角色玩整天都很正常。哇，
人马站在那边假装帮我弹塔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在弹。对面 AD 300的，那我们给点尊重，撞人就来了，我直接走，我干嘛要跟最肥的人打？最肥的人你们自己处理去，我们柿子都挑软的吃，这种最肥的我直接不理，直接让他拆，反正外塔给他拆，拆到二塔我就不相信队友都不去，一定会有人去的，我就不理。柿子挑软的吃，直接专攻他们的上路跟打野，还有中路。我只能说，刚刚那波操作是对范范姐的角色要熟悉到一个程度才做得到的。我们对我们的角色必须熟悉到一个程度，才有可能做到这刚刚那种操作。OK。干嘛丢高？真的是丢高哎！我定 AD 强啦，应该会赢啦，只是我被踢了。李欣懂哦，李欣懂哦，知道要 R 闪把我踢回去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再一年哦，还是我专打 AD。不行啊，这角色玩 AD 就没有那个压制力了。我们就是要把范范姐搬来上路玩，才可以每一把都把对面压着打，每一把都赢对面一半实验室。那真的可以12小时范范姐不间断直播，把把都修。拉掉。拉掉就好，不急。在别人有能力回击的时候，我们就拉掉，我们不会跟人家急啊。怎么我这拉扯是怎样？这不是身为一个顶尖范范姐的基本操作吗？对不对？这不是一个身为顶好了啦，红茶冰加盟只要99,000。这样，往后退。怎么样？再来？怎么了？我这波做了什么事？你们看到吗？李欣绕后想踢我，在他接近到我的那个瞬间，我直接进隐形，开始拉扯。然后闪现把他收掉，接着把三个人都收掉了，直接吹波 kill， 还想踢我啊，李欣？刚刚被你踢过一次了，你真以为能踢第二次啊？嘿嘿嘿嘿，超烂，对面超烂。这么顶尖的范范姐，居然一天到晚加75分，一天到晚被系统卡死，真的真的太离谱了！我跟你们讲，被队友戳了加75分就算了，然后还故意给我们差1分，不给上大师，超级莫名其妙，真的。方哥来喽！耶、yeah, ，谢谢方哥的真正小朋友，太神了，太神了，应该是用统神的口气吧？太神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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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